猫咪可以吃酸奶吗？杨鼎宗，国家注册职业兽医师。关于猫咪喝酸奶的这个问题，也经常有宠物主人跟我进行交流和探讨。猫咪可以少量的饮用一些酸奶，当然有的猫可能体质非常敏感，会出现一些呕吐或者拉稀，如果是这样的体质，就不建议给猫咪饮用酸奶。每次饮用酸奶的这个量不建议太多，适量少量，让猫咪能够接受并且喜欢就可以了。猫咪可以少量的喝一些酸奶，不过有一些猫咪的体质非常敏感，喝了牛奶之后容易出现一些呕吐拉稀等情况，如果猫咪是这样的体质，是不建议给它们喂酸奶喝的。每次猫咪饮用酸奶的量也不建议太多，让猫咪适量少量的喝，它们也更容易接受。